状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准备要去铁板赖。那拉下有什么感觉吗？我手废了。你手废了。这手臂可以。要轻易尝试啊！什么叫做海上健身房？一趟啊！我还没上来啊！反方踏，男人模式，男人模式开始，上吊。睡掉，今天大家起来再说。耶、yeah, ，恭喜他回来了。我先休息一下，休息。我先喘。你的二头肌受到充分的训练。这边饮食啊。好、哦，要不然怎么这么累？耶、yeah. 欸！哎，换人了。下一站，下一站，下一站。该来的来了。下面有没有走到？有哎。我有五秒，真的，五秒。我第一，我刚下去扣会很厉害，那就刚下去的时候，哦，爆发哦，来爆发一下，给我两秒。练个腿，铁板就上来了。你要直接上来做 ending 是不是？铁板上来啊！我的服装要开启哦。后脚，真棒！开服装的秒数越来越短了。那我在榨干我身上所有的精力。你这个动作跟我刚刚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求重，我只求我的铁板能够回来。要回来哦！这是一个经典语录哎。不求重，只求我的铁板赶快回来。想必一般人是很难体验到你现在的感受。绝对不会。当另外一半会不会来咬？对啊。放弃模式啊！啊，武装又有了，又有武装了。好，六秒。有啊，午休时间要先吃饭。那你得很困饭，你才能休息啊。此人已放弃。没有鱼。车上没鱼，没鱼。男人上电卷，哎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来来，后面有饭了，要吃饭可以先吃饭。下课，下课，吃饭。好了，吃饭时间到了。晚，没有晚工，怎么回事？这里面有什么啊？高丽菜，嗯，红萝卜炒蛋，嗯。三杯鸡，三杯鸡，哇！吃饱才有体力再战下一回合。好的，好，吃完饭了，吃完饭也下课了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没有肌力训练班哎，你这样会发胖。不怕不怕，三四十先扔一只烟壶上来看看。哇，这么有自信是不是？真的去，真的去过干铁板赖以后，我就觉得。这不是什么，不算什么。哇，瞬间恢复体力了。有睡有差，你知道？吃饱睡好，吃饱饱睡好好。那我还是回去铁板赖好，对吧？不要回去。我等级只有到这里。有力哦。Lucky 啊，靠呗。Lucky 啊。起来，起来。起来。
哇，怕掉是不是？我的掉两次。哎，要面对江湖了。哎，你线过来了，麻烦你把它收起来，你把它收起来，这样，这样。你现在绕来绕去，这要绕去哪里啊？哎，小虎快起来！哎哎，我捞了。哎，对，你绕我先。啊！哦，舒服。啊，九一。妈的，我这次开这个枪，我不相信你还跑得了。哎，枪枪王不要放啦！不，不会，这次我开大枪了。哎，看到月，看到月，没力了吧？好，我们回港了。我看今天的战利品就是我们的肥虎，肥虎，肥虎了。所以今天打虎任务算小成功，打成功了。对，铁板烂不成功。怎么去？铁板烂唯一成功的一件事情是铁手。对，那是肌肉训练，肌肉超级铁手这边。对啊，好，那有机会。有机会再出，下次再挑战。有了有了，终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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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